好，说到做到啊，从上期奇谈录的动态就可以看出来，我们这一期准备要开始一个长篇的惊悚故事，是来自 Reddit 上面 No Sleep 社区2020年的最佳长篇惊悚故事帖。按我的话总结，就是一个贯穿几代人的克苏鲁味特别足的林地的故事。那准备好了吗？我们第一期长篇视频正式开始。我叫菲欧娜，在正式分享我的经历之前，我想问一下在座各位一个问题：现在探灵冒险啥的很流行吗？拿着个手机，挑个阴天或者晚上，到一些荒凉废弃的地方，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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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的。就连网上也有一大堆类似的装备，冒险装备哈，可以买。我原本不太介意这些人，但是最近我家的邻居也出现了这类人。哦，我知道你肯定会觉得我好像很有钱哈，毕竟有一个林区，实际上管理一整个林区需要的经费非常多，而且我们不能搞任何森林资源开采啥的。简单说，你当我是个巡逻的吧，和我的员工都是一群看火人罢了。我这么说是因为这样子你们可能更容易相信我。实际上我和我的员工在这巡逻是防着一些林地里的东西伤到进来的人。是，这地方是有围栏，但是还是有我前面说的那种人，时不时会想办法钻进来。他们就没有想过，这林区的围栏不是拦住他们进来，而是为了防止里面的东西出去吗？从小就在这儿待到大，我最常去的一个地方是森林里面没有植物的一块空地，那原本是一片很老的树林，还有一地的野玫瑰，后面不知道怎么长就秃噜皮了。在那之后，我就很喜欢点个篝火，在那儿放松放松心情。最近天冷，下了不少雪，地上也结冰了，这种时候我反而更喜欢跑到野外，跑到这儿来看看树枝上的冰柱，一个人烤烤火。结果昨天下午我又在那儿闲逛的时候，后面突然一个声音冒出来叫了我一下，是一个我完全不熟悉的男生，说你谁呀？你转过来。我站起来一转身，看见一个全副武装的年轻男生站在那儿，真的是全副武装，穿着工装裤、厚皮靴，背着迷彩包，还顶着一个自带摄像头的头盔。他说你干什么？我都没回答，他又后退了一下，说不是，你什么鬼东西？我看他这么害怕，慢慢的跟他解释说，我是这个邻居的合法所有人，你现在踩在我的财产里，你才是什么鬼东西？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他又磕磕巴巴的问说，那你为什么穿婚纱？对，我当时确实穿着婚纱，但听我以后慢慢讲，你们就知道为什么了。不过按昨天那种情况，我没有必要跟他那么耐心的讲解，就直接跟他说，你管我穿什么，这是我私人领地，我乐意的话我可以在这里不穿衣服单手倒立唱山歌，你又是怎么跑到这地方来的？那男生好像信了我，放松了一点警惕，又问我说，你说这个树林吗？我之前在论坛看着有帖子说这儿有些神秘的东西，所以你是想进来找是吧？他说是，因为他就是一个探灵冒险的，热衷于找这些神秘生物。哎，正好就是我最烦的那类人，不给他继续吹自己的机会，我就开始吼他，我说停，你现在跟私闯民宅没有区别哈，不要为了搞节目效果来搞这种事情，赶紧出去。还有你刚刚进来的时候有人拦住你吗？结果他说没有。为什么呢？我们这儿的员工不多，但至少有安保人员呢，他是钻了什么空子找进来的，不管是什么方法进来的，我现在得想办法把他送出去。我拍拍自己裙子，甩甩手，示意他跟我走。我说好了，不跟你计较了，跟我来，我送你出去。他好像有点失落，问我说，哎，那我不能先到处看看吗？来都来了，如果树林里真有什么鬼东西，哎，我还能保护你的哈。说着还假装往自己的包里要掏家伙，炫耀自己好像一身装备那样嘛。我就说，你跟紧我，赶紧走，我估计你被人跟踪了。他满脸懵的问我，啊，我没有看到什么人啊。我转过头面对面的质问他说，你来的路上有没有见到一个穿着卡夫坦长袍的男的？他还是没听懂的样子反问我，什么卡夫坦长袍？又是什么长袍？看了他这个也没看到，所以我又问，那你有看到什么除了满地的植物，比如说有没有看到鸟群啥的？这下他激动了，他说，哦，有这个有鸟，有看到鸟。完犊子了，我拽上他就走，说你麻烦了，这确实有东西在跟踪你，赶紧走，因为我的树林里很早以前就没有鸟了。
不过他还是不肯动，好像对我这样子莫名其妙的赶他很不服气。我又阴阳他说，你快点跟我走，你不是探灵主播啥的吗？不提前做功课知道这儿有什么的吗？这下他肯走了，还很激动的问我，所以说这真的是我不感兴趣的东西是吗？超自然现象啊，还是什么外星人吗？我只能顺着他话说，是是是是是，速度跟上。我俩灭了篝火，离开空地，开始往一条很少人走的小路上去。一路上我们走得很着急，后面几乎就是在跑了。那个男生也是从一开始嘻嘻哈哈变得越来越紧张害怕，而且他还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盯上他，只能跟着我一路跑。这种对未知的恐惧确实让人瘆得慌。在这儿待了这么多年，我能感觉出来那个跟着我们的东西，这是一种经验，或者说是一种第六感直觉。不过今天那东西跟得特别紧，我实在忍不住了，因为我也好奇为什么他跟得那么紧，就问了男生说，你今天进树林的时候到底干了什么让他这么生气？他说，我有试过拿买来的弩箭去射了个兔子，不过没打死啊，我就想测试一下网购的东西。 你说我是惹怒了谁？我当时没有看见旁边有什么人呢。我这一听知道事情闹大了，呵斥他说，谁跟你说他一定就是人模人样的？然后慢慢停下来，边喘粗气边跟他讲，你看前面那一堆带刺的植物，穿过去差不多就到林区边缘了，你就能出去了。可是一路上我一直没有正面回答他问题，他现在反而有点生气了，说，啊，你让我去穿那一堆带刺的丛林，那行了，我不知道你在搞什么花样啊，奇奇怪怪的，你不就是想让我离开你家吗？没问题，我走我走行吧。但是你能不能直接解释一下你刚刚说的那一堆？可是他意识到我没有在看他也没有在听他的时候不说话了。确实我在看他后面，他也马上转过头，差点尿了下了出来。因为他后面站着一个差不多2米高的大个子，那东西不知道是戴了个鹿的头骨面具，还是他的脑袋本身就是鹿的样子，全身不知道是贴满树皮还是身上就长出了植物来，笔直地站在我跟那个男生前面，慢慢低下头看我们。跪，我说了一声，自己先跪了下来。那男生一下子没听懂，我开始大叫说，叫你跪你跑不掉了。他在晃晃悠悠地朝这个鹿头跪下来，准确说这个鹿头叫做莱西。没想到莱西没有先和他说话，而是先问我，我以为我们俩约好了呢。我确实和他说好了会帮他看管他的地盘，但是现在我感觉要为所谓的什么探灵主播买单了，我说实在不好意思。莱西没理我，哼了一口气就往那男生那儿走，但是嘴里面还在问我说，那我把他带走可以吗？我想起了莱西给我带来的童年阴影，发现自己吓得已经说不出话了。不过那个男生也吓得不轻，他一边跪一边哭，嘴里还嘀咕说，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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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错了，我这就走，我这就走行了吧。莱西好像听到这男生求饶更加兴奋了，说，那我就当做你默认了，算了，你也不是故意的，我允许你转过头跪着，或者不用转头闭着眼睛也行。我现在只想自保，转过身低下头一句话也不敢说，就听见后面那个男生还没哭完不停地传来皮跟肉撕开的声音，还有骨头断裂的声音，时不时的还有一些红黑的液体溅过来洒到我婚纱裙子上。我又害怕又难过，忍不住的一直在哭，也记不清过了多久听到莱西说，回去吧，你再哭就吵到我的动物了。听到这个口令，我头都不回的往我家里走，把自己身上和衣服上的污迹洗了个遍。平复好心情后，我在林地东区找到了那个主播的烂皮卡，想个办法把车和他里面的装备全部销毁了，反正他再也用不上了。我小时候我妈妈就给我警告过，说莱西有时候很和善，有时候又很凶，而且他们还有偷窥年轻女性的习惯。对，莱西是一类东西，我说的是他们，不单单是指那一个鹿头。实际上我们家就是从这类东西手里接手了这块领地。也不记得是多少年前的冬天了，我第一次穿婚纱，也第一次把这些爱偷窥的东西吸引了出来。他穿着一身卡夫坦长袍，留着络腮胡，一下子窜到我的后面问我说，我见过你，你是这儿的女继承人对不？我虽然吓了一跳，但是意识到是什么来了，只能强装镇定地说，是的，您可以叫我菲欧娜。菲欧娜，你长得很漂亮啊，就是眼神怎么呆呆的，不然我可能就喜欢上你了。他这话说起来像耍流氓一样，可是他怎么耍流氓我也不敢顶一句不是。跟你妈妈说声好啊。
讲完，他又一下子窜走了。这些年来，莱西又倒过不少安保人员，走到他的领地里，轻则让他们迷路个半天，重则直接把他们溺死在水里。但大多数时候不敌对，可也不友善。他做这些主要是想时不时提醒我们，这是有他的领地的，别惹他。说到这儿，你可能已经猜到了，昨天下午那种事情不是第一次。如果你或你的朋友在网上看到说哪儿的树林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可以去冒险找刺激，别去，那可能是我所在的地方。至于我的童年阴影，我们就下次再讲吧。好，那么这一期视频就先到这儿了。至于要不要继续更新这个故事的后续，就看大家喜不喜欢哈。什么时候点赞超过1000，什么时候就开始准备下一期。如果大家觉得想听别的故事，那我也可以搬运其他的海外论坛的惊悚诡异帖子到我们奇谈录这个系列里面来。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拜拜。